螳螂钳。广东的螳螂钳是早期在上海精武会毕业的郭子硕、黄觉三等人回广东传播的，令螳螂门名师罗光玉也曾亲自拦下广州、香港传教，因而广为流传，并远播美国、加拿大等国。螳螂钳分有七星、梅花、光板、太极梅花、六合螳螂等五个分支，风格各异，各具特点。螳螂钳内容丰富，灵敏多变，精密严谨。现在演练的是螳螂铁臂手，表演者郭华威。螳螂铁臂手是高级套路，它内容丰富，有刚有柔和比较难练的抖劲，步法灵活，起伏分明，多用七星步、八环步。